米野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桑九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，我连多看你一会儿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从一开始便是你父王逼我，并非我心悦于你，我深系四周三界安危，你却屡屡纠缠于我，要我教你练剑修行，替你清理浊气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些，便只能将你休弃。因为我搅扰了你，对，没想到我已经尽量躲开你，不去惹你心烦，竟然还是会这样。爹爹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国王救白鸽的故事。爹爹告诉我说，国王为了救白鸽，把自己两鸽肉撕一个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这神明可真不讲道理，为何是一个人的成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那是因为啊，这两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，只要有诚心，一定会感动神明。我以为我已经够诚心，神明却始终不曾为我回头。明夜，我会回去收拾包袱。天亮之前离开这里。还记得那路过爱心成歌，明夜明亮的我无法触摸，暗恋被流光的明夜。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喜欢过我？桑九，和我乘着婚车来到上清神域，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呢？从你吃那从未有人动过的鲜果。从你与我相处时的一举一动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